怎么长得和他一模一样啊？你是三师兄志明，我听说过你，你叫仇青，很多人把我当成了你，所以我知道有一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为什么和我长得这么像？哼，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。我父亲没有告诉过我有一个孪生兄弟，我也没听说。